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们要讲还是。下面看老师给大家表演一段对话，猜一猜还是有几种意思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年轻。你喝什么？啤酒还是可乐？我今天开车了，还是喝可乐吧。好，第一个还是的意思是 still。还是加动词或形容词，表示这件事情没有改变。第二个还是的意思是 or， 比如 A 还是 B。 第三个还是的意思是 had better， 还是加动词，表示比较之后更好的选择。好了，还是的三个意思你们都懂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